个曲子呢是来自于一个虚拟歌手叫做初音未来 Feature， 应该不是这样念的。对，没关系。这首千本樱大家为什么一直点菜，是因为它是一首非常快速的曲子，而且它会一直不断的都是快速音群，听起来非常令人感觉到热血沸腾。于是你们一定是想要挑战我的技术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关系，我都可以接受。千本樱的谱现在在我前面了，你说它很难吗？它非常快，但是因为它音型一直重复，你们也知道，就是那个旋律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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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所以呢，我认为我练习它应该不需要非常久的时间，就类似有点像电脑的功能那种复制贴上那个意思是一样的。所以今天我要给我自己一个史前从来没有这么短的时间，就是十分钟，怎么样？哈？你觉得不可能是吗？哈？哈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哈哈，你们是这些小朋友。阿姨就让你知道35岁的威力 ，OK？ 对，自己落下了 ，OK？ 我跟你讲哦，十分钟练千本樱没有在开玩笑了。当铃声响起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就会不一样了。他这个谱不代表他这个太多条线，你知道上加几条线吗？你写加八度就好了，为什么写那么多条线害我这样？他上加6条线。喜欢千本樱的大家不用生气，我是从音乐角度说，那个和声听起来很像那个中国的五声音阶。很帅耶，他还给你袖子服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？哎，虽然我弹错了，有点烂，但是我再表演一次。我跟你讲，这种时候呢，就是要让你摔一波。不知不倒，道德不倒闭，有这种感觉，你像绕口令哎。哦，这边好容易弹错，啊，谢老师，谢老师，谢老师，好。这里我觉得他写的很怪，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错音哎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好，这个是因为他要用到小指，然后我小指很笨，所以就会比较笨啊。这个时候一定要很帅的，给他一个结尾，教你们怎么样。姜老师最喜欢什么样的结尾？就是要往头发这样这样子一下子，我教你哦。这个是叫做甩发教学哦，各位朋友，就是如果你的头发是属于比较乖巧，所以它甩回来之后不会变成这一种的话呢？你就可以试用这一招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做一次给大家看哈，你就会觉得哇，帅度加分。有没有？需要听一下那个。天哪，又剩下15秒，时间真的很白目。
它就是这样子结束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可不可以这样子？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千本樱这首，那开始喽。我这个看起来就很慌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要沉稳。我想上台的时候呢，决胜的关键是什么？你要相信你自己做得到。就算是你已经练好了，可是你没有自信，你没有信心，你还是会很容易在台上表现的不满意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台很多时候是靠心理战术。OK，